扎斯珀和小泡芙因参加爸爸舞圈粉无数，在节目中扎斯珀和小泡芙是小伙伴，然而在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小泡芙一家和小春哥一家也经常聚会。10月18日，刘畊宏通过微博晒扎斯珀和小泡芙聚会的照片，并配文妈妈去哪儿第一季线下版。照片中扎斯珀与小泡芙又长高不少，一起玩玩具品尝美食，十分的温馨有爱。扎斯珀端着甜品满脸笑容看着镜头的样子简直萌爆了，长大之后肯定会是妥妥的小鲜肉一枚。萌到炸的小泡芙大笑的看着镜头简直太讨人喜欢，和妹妹两人长得一模一样，傻傻分不清。扎斯珀站在桥上拿着宝剑指向下泡芙，而泡芙妹妹则身穿卡通印花连衣裙装作被挟持的紧张模样，两人与互动玩耍十分可爱。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扎斯珀分得清小泡芙一家吗？好可爱，我建议结亲家，好甜，想抱走。